天黑前就到了。站！何老爷，哎，你说的是不是那长个白个松松、水个灵灵的？ 是的，一对对毛眼眼、忽闪忽闪的，一说起话来笑个盈盈的，那个叫月兰的女子。嗯，就是她的。哎呀，你咋是有眼光了？这个月兰呐，可是咱米子数一数二的大美人了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婆姨啊，你说哪个不是美人皮？ 是啊，何老爷家的婆姨个个都赛貂蝉了。我听说这两天他回来了。何老爷，你叫我来，你不是想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一年前我就惦记上他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 人家月兰姑娘还是个女娃娃家了。哎呀，老爷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嫩口啊！<笑>老牛，你还想吃嫩草呢？啊，老骚情！何老爷，夫人知道吧？哎呦，这个事儿还没敢跟他说呢。哦，那个就知道了。 你可千万不要让他知道，不要坏了我的事情，啊！我知道了，何老爷，你放心吧，事情交给我，我就没有装下的撮合噻。好好好，<笑>只要把事情给他办成了，老爷我亏待不了你。啊！<笑>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<笑> 来，拿着，捂着手就不冷了啊！这点冷，我不怕。哎，我手都出汗了，拿着吧，拿着。我不要，振清，你伴我走了十几天了，到陕北就先回家，你达、你妈还有你姐肯定担心了，不用你陪了，你先回家吧。没事儿，好事做到底嘛，我一路陪着你走啊。 喝，来，哎，你个骚娃娃，人家何少爷一路从太原阁到陕北，哎，你倒是糟践上了，我没糟践，我就是给女子拿口酒，让她暖暖身子。你这欠什么口渴？你那肠子有几寸？我晓得。 出事了！住手！人家何少爷是山娃的，你骚气的，有闲人看？我你穷事儿，你妈要耐不住寂寞，就先走。到了隋唐睡觉。
哎，有盘缠了，没盘缠，上岸上找个老鼠洞打道看。<笑>这赶脚的没一个好东西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杜仲，你吼几嗓子泄泄火，让我们也精神精神。好嘞。 从来没听过这好的唱家，我和有的那个是在流下水。哎呀，妹妹你是哥哥。 月兰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咋，给我说个婆姨？哎呀，你看你这老汉把你还美的不行，你又老你又没钱，哪个婆姨肯跟你了？那你叫我干什么？老汉，你就没有感觉到观世音菩萨降福到你家了？哎呀，幸不幸有你嘛？ 穷的那是狗是不吃，饿还有福了。哎，我的个爷呀，那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一万使不得。哎呀，你看你吓上了，人家何老爷看上你家月兰是你的福气，那虽然那个月兰过去是做小嘛，但是这个女子以后要胜有胜，吃喝不愁。啊，你再别傻乎了。 何富贵怕比饿还大了，比你大，也没有啥嘛。男的大，知道疼老婆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月兰嫁到何家，你更是风光不说，何老爷还要把你叫打了，把饿叫打。哎呦，饿受用不起饿。哎。 爷，我们这出了人祸，谁也拿。
这出了人，嚯，谁也拿。哼，我们压寨夫人昨个被狼给叼走了，兄弟们说好了，今天出门碰见第一个女人，就是我们压寨夫人。爷今天只娶女人。爷，我们这赶脚的这土鸡里不带女人的。哦。谁是唱家？哎，我是。哎，各位您好。哎，我是。带女人了吗？我们带的都是货，从来不带女的。出门赶脚的带女人不吉利，所以你说我们能带女人？哎哎，爷，陈皇。我这没扯谎，这不是女的，这是我烧的货。爷啊，这女子是货啊，你要绑了她，这趟营生我们就白干了。是啊，爷。爷，你别。哎，这女子水灵，是个嫩口，闷虎牙。哎，给四爷弄回去，准保生个牛牛娃呀。您可晓得我达是谁？我达的名字在绥德秘史无人不晓。21军军长邓宝山是我达的把兄弟。你是何富贵的公子何振清？哟，眼力不差嘛。我正是。爷，把这个女子给放了吧，啊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婆姨。你愿意用你的命来换你婆姨的命吗？没骨气的东西！爷，天宝，再来，明天喝喜酒。哎，不能带他走！爷，不能带他。爷，你们这找我干什么？爷，不能扔啊！爷，弟兄们，我放下马，不能扔啊！爷，下来！爷，等等！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们急个球啊！让我把话说完。你说，我拿我的命换这女人的命，你答应吗？我答应。不，把这女人放了，我身上里里外外的物件随便你拿。我让你断子绝孙呢。好，你把我这玩意儿拿去喂鸡喂狗都随便，我要是哼一声的话，你割掉我的头。你敢对二爷放肆！我他妈夺了你！住手！你把这女人放了，开膛破肚不劳你们受累，老子自己动手。放人？你说话算话。当然。站住！带远了走。我不走。走吧。走。哎。要是死了的话，加米道上就没人跟我对歌了。那是。我们还会见面的。
看郎中去吧。这30块大洋是见面礼。钱我不收，月兰我不能嫁。咋了？还嫌钱少了？我说你这个老汉呀，你还谈的不行你？你说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大洋了？人家何老爷说了，等送彩礼的时候，哦，就是不算洋布绸缎剩的，就光是这白花花的银子，还要再给你50块哩。你说这桩亲事有什么不好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何老爷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怕到时候你月兰睡在人家被窝里，你落个鸡飞蛋打。就是我答应了，恐怕月兰也不答应。这女娃家都是喜鹊转世，好攀高枝，你给她找了这么个富裕人家，她有什么不愿意的了？你是她达，她的婚事还要你说了算，不是？哎，这吃屎的把拉屎的难住了吗？这，哎呀，你这个犟眼子总算明白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走了啊，这个喜酒我是喝定了。啊！你哭啥呢？这点小口子我扛得住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，别哭。多少哥，你都是为了我。你的救命针，我这辈子也还不完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嗯？啊！你啥时候才扫清的？来，来，我跑了，真的真的啊！我不能。月兰，别责怪自己，你谁的人情都不欠。你要是真被二爷抓走了，大叔跟杜仲不但拿不到工钱，也没法向你答交代啊！你别说了。求事了，大叔，你轻点。热热。大叔，忍着，忍着。忍着。轻点。老爷、太太、少爷回来了。青儿，啊，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妈都担心死了。妈，
这不好着呢吗？青儿，妈不是难过，妈是高兴啊。啊，你坐。达，你还好吧？嗯，你大哥好着呢。你去太原这些日子，咱也不少回来看看。太原失守后，大伯让振川把我送出太原城。哎呀，这山西到处都是鬼子，我们不敢走大道，只能绕小道走，所以就回来晚了。青儿，那你大伯一家可好啊？他们怎么没跟你一道过来呀？妈，我大伯一家可好着呢。哦，大，振川九月份已经从日本回来了，他还会说日本话呢。这日本人啊，重用会说日本话的中国人。会日本话也不能替日本鬼子做事儿，日本鬼子简直哈透了。少爷，洗澡水烧好了。哦，妈，那我去洗澡了。好，别忘了换衣服啊。哎，我姐呢？同学们，你们都是品学兼优、积极进步、革命思想坚定的优秀学生。你们当中有几位同学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，到了延安，你们就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了。你们一定要听组织的话，积极为党工作，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终身。你们能做到吗？能。嘘，小声一点。何老师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的期望，不辜负女中对我们的培养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党的好女儿。老师相信你们，你们一定不会给咱迷职的女娃丢脸的。对对，嘘，何老师，来人了，快！至诚之道，可以言全师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真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。蔡琴同志，你好，何莲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刘主任让我来护送去延安的同学，同学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同学们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什么时间出发？今晚8点，我在南门外和你碰头。嗯，同学们，你们都分头离开学校，晚上老地方集合啊。嗯。何莲同志，上级领导又表扬你了。表扬我啥呀？你回到米脂不过半年的时间，就为延安送去了4批思想进步、积极投身革命的优秀人才。首长当然表扬你工作特别突出了。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，不用他们夸我。何莲同志，你有新任务了。什么新任务？组织派你去山西太原，负责地下党工作，为抗日前线调集物资和药品。什么时候走？让你准备好，收到通知立即出发。这个是首长给你的信。对了，刘主任很是关心你。还有，最近国民党特务活动特别的频繁，你要小心点。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，你放心吧。行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再见，何莲同志。再见。再见。啊，你伤口还疼吗？啊，我家快到了。啊，你可别硬挺着。啊，我没事。俗话说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我把你送到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咱俩就两清了。啊，达！哎，达！哎，哎呀，饿得好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哥。哎，大叔，仲哥，走，大屋里歇歇脚。哎哎，不就可了，不就可了。老黄，月兰路上还听话吧？听话，听话着嘞。月兰，翠翠回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你看我的模样有没有变？变了，变了，你呀是越变越漂亮了。对着呢，啊。
老黄，路上打赌这些日子，山西到处在打仗啥啊，多热乎啊，可打过来。哦，那你逮着日本人了？都看见俩日本鸟了。月兰，外面冷，咱们到窑里拉画去。哎，干上了，啊？月兰让我进屋歇歇脚。歇歇脚？嘿，哎，你能都送到了，还扫清了？啊？我没扫清。我看你就不是啥好货。大叔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咋说话？你们这感觉的，这么个厚道人，说就生了话。大叔，你这话说的不讲道理啊！咋？啊？小兔崽子，但你站到这儿，那个贼眼滴溜溜的就没离开过月兰。我看你是肉皮子松了。我肉皮松了，你给我紧紧啊！不能紧。咋？你咋呀？我、哎、都走，一边站着。我求帅了。老哥，这几天不见脾气见长。老黄，这狗吃的和你一个球呀。说求胜了，人给你送来。还吃盘菜和油。吃啥了？不是假的。那可没准儿。哎，怎么说话了？怎么了？真的真的。嗯，就这，那我们就走了。那个就不留你了？留上了。走啊。大叔。哦。哎，大叔，吃了饭再走啊。不嘞，到了城里还寻郎中嘞。走啊。啊，达，我去送送他们啊。哎，事情说成了没有？哎呀，我就跟你说嘛，没有我说不下的撮合山。哎呀，哈哈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。这样，明天我就把彩礼给他送去。大叔，你们明天在哪儿歇脚呢？啊，海口的大扯店。啊，哦，那你们明天在店里等我，我炖只鸡给你们送过去补补身子。哎，都是哈口的人，没那么娇贵。哎，不行，大叔，明天一定在店里等我。哎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啊，我就在店里等着你。嗯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啊。是个大熊的日子，计嫁娶、才艺交易，咱们选一个吉利的日子，咱再送也不迟嘛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哦，来，这个是我答应你的，我没有亏待你吧？啊。我就说，跟何老爷办事，我放行着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老爷回来了。啊，我姐还没回来呢，咱们等我姐回来一起吃饭吧。不等她，她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外头做什么。我跟你说。你这个女的，你要不再好好管教，早晚一天要出事情。哎呦，哎，去去去，赶紧把大门关上。哎，是老爷。饭都吃就不
谁在屋里呢？出来，再不出来我喊人了。哎，小姐，是你呀？不是我是谁啊？我还以为是谁呢。哎，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我还一直给你留着门呢。进来。哎，我不是从门进来的，难道跳墙不成？哎，红柳，哎，家里有客人吗？有，高团在老爷屋里呢。哦，小姐，少爷今天回来了。比涕虫？嗯，真的？真的，我去看看他。姐，比涕虫。姐，我干活去了，去吧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可想你了。姐想你。姐，我给你寄到北平的信，你收到没有？收到了，来，去外屋。哎，来，鼻涕虫，坐下，快让姐看看，还流不流鼻涕？姐，我听说山西在打仗，姐可担心你了。姐，你在北平已经落落脚了，咋又回米脂来了？北平那边再好，也比不上咱米脂好啊。陕北这边在闹红，我就是想回来看看。哎，你觉得共产党好不好？姐，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这些年，闹得百姓没个安宁日子。我看呐，狗屁袜子抹反正。那国民政府贪污腐化，不顾穷人的死活。姐，这贪污腐化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少不了。国民政府不顾穷人死活，那完全是共产党做的宣传。那我问你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，那也不正确吗？好好好，姐，你好好教书，政治跟咱俩有啥关系啊？红柳啊，哎，去看看是谁在敲门。警察来了。何夫人。哟，黄队长，这又是人又是枪的到我们家来是要？我手下有人亲眼看见有个共党分子跑到您家院来了。红柳啊，哎，刚才有人来过吗？太太，门一直闭着，没人进来啊。何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次被共党干掉的人，那不是一般的混混，是省党部的要员。何夫人，要不是这样，你就算借给我八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到何家来撒野呀。何夫人，我要全面搜查了。对不住，咱拿说了，这共产党长不了，你可千万别跟闹哄的人瞎掺和。刚才你听见外面的枪声了吧？啊，听见了。这不只是里子打面子，还是面子打里子。老总，真的没人进来？前院后院犄角旮旯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振清，嗯，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。看，姐给你从北平买来的英国货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好，好不好？快试试吧。不用不用，姐给买的肯定合适。英国货，给我搜！黄队长，我们家老爷对你一向不薄。今天晚上老爷房里有宾客，就请你给个面子。再说，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是拥护国民政府的。何夫人，怎么了？啊，黄队长。何小姐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抓人。抓躲进你家的共党。我们家没共党。
也不可能有人躲进来。混蛋，找死啊你！黄队长，你没少吃我们家拿我们家的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？站直了，给我睁大眼睛看看，刚才跑进来的是不是何小姐？队长，不是。不是，真不是。何小姐，误会啊。红柳，哎，去把老爷和高团长请出来，再把咱们家所有的人都叫到院子里来，让黄队长一一辨认，再把所有门打开，让他们搜。哎哎，小姐。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，不搜了。不搜了。真的不搜了。真的不搜了。那就带上你的这些人滚出去。何夫人，黄某多有得罪，对不住。黄队长为公务而来。以后我们何家还要仰仗黄队长多多关照。不敢当。以后需要什么就到家里来，乡里乡亲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不必道歉，太外戚了。何夫人，告辞。何小姐，告辞。睡了，你有啥心事儿了？跟我唠唠。我没有。你去延川找到我姐没？去找了。那家人20年前就搬走了。哦，那你有没有打听到我姐的下落？不知道我姐还活着吗？哎，是死是活啊，就看你姐的命硬不硬了。走了1000的路，早点歇着吧，啊？哎，娃，打的鞋还能穿，不用忙着做。人家不是给你做的。那是做给谁的？给杜忠哥做的。那个后生不是个好东西。人家咋了？你是不是跟他勾搭上了？打！你胡说啥嘞嘛？赶脚的没个好人。黄大叔和杜忠哥就是好人，我是杜忠哥拿命换来的。瞧你把杜忠吹的跟红军一样。红军是啥我不晓得，反正杜忠哥是好人。那小子不偷都像贼，你离他远点。我就不。妈，玉兰家就住在城外，她是个独苗。哦，那个秦月兰，我好像见过。论相貌嘛，那个眉呀，那双大眼睛，还有那个脸蛋儿，是个俊俏姑娘。妈，哎，我喜欢月兰，我要娶月兰为妻。
思了，妈知道你的心思了。